这哪是唱歌啊，猛地一看还以为是在吵架比赛呢。最近在评论区常常看到这款游戏 Friday Night Funky， 出于好奇我也玩了一下。开局我就直接选了 Hard 模式，第一个对战的就是这个炸弹人，我感觉音乐还是蛮好听的，然后打到炸弹人都发火了，我觉得打这种游戏我还是蛮有天赋的啊，不过马上就被打脸了。他发火以后那速度变得好快啊，好不容易过关以后就出来一个小姐姐，然后嘛就是叽里咕噜在那里说了一大堆，可是啊玩到后面这小姐姐也好变态啊，这哪是唱歌啊，猛地一看还以为是在吵架比赛呢。算了，我又不是游戏主播，今天我就来制作这款游戏里的主角叫 Boyfriend，做得好的记得给我三连，如果做得不好在弹幕区打上叉叉叉叉叉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安排。这个头看起来很不规则啊，不管，反正我就做成方的，嘴巴嘛看起来有点邪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些地方补补平，在这个地方装两个耳朵，头的后面装点头发，再补上两个眼睛，后脑勺做个帽檐。好啦，剩下半颗头全都是帽子。哦，不对不对，前面还有个造型独特的刘海。至于他那根极具代表性的眉毛，留个悬念，我最后再做好喽。最后再把帽子补完整，然后把它转回来，要开始做眉毛了。我可是想了半天才想到的，拿出我的小棍子把它折弯，最后再按上去，头部完成。这个脑袋有点方啊，身体的部分就不用多说了，花纹做出来就行了。手的部分也非常简单，做四节这样的方块就可以了。这节手臂留一个孔，把它打开，再来一个话筒，把它装上去，最后再封起来，手臂完成。接着就是它的腿，没错，就是这么短。然后把裤子装一装，留一个口袋，完成啦。好，再来看一下，这个脚好大啊。要很还原就要用到很多特殊的积木，我还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还原吧，这个嘛就叫做意境。鞋子完成。好啦，你们要的 boyfriend 开始组装。同学们，今天作品还满意吗？评论区等你回复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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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